你在山上玩？篮球机。篮球机。那你很会打篮球吗？一点点，好玩。平常有在打篮球吗？有。那你最爱打篮球都打什么位置？都打外线。那如果可以跟一个艺人打篮球，会怎么打？就是要跟周杰伦、刘德华。那可以用什么来打？三个形容词，开朗、活泼、随便。好，那现在那你小时候的梦想吗？小时候的梦想吗？钢琴老师。那你小时候的绰号？小鹿丹。那最近一次惹你生气的事？被叫说不给拍照，不给拍照，不给拍照，对。你生气的时候会怎么样？被叫。那说不给拍照又怎么样？不给拍照他就生气。所以你也生气？对，因为他讲话不是很好听。那你生气是让你难过的事情？最近让我难过的一件事是，没有，突然想不到。你有什么坏习惯吗？有什么坏习惯吗？一天，很喜欢放屁算吗？那我刚才看什么？蟑螂。那你会不会受不了什么事情？受不了的事情是，洗澡。那你有想改变的地方吗？来站，站慢。那人生中最丑的一件事情？人生中最丑的一件事情？最丑，最丑，最丑，最糗吗？我这是书的内容哎，好像要多多讲。我在那个我小学六年都大概在成长。那他中午是什么时候？国三。那你有什么莫名的坚持吗？我有什么？莫名的坚持。莫名的坚持。我觉得对的事情就是对的，除非我还不知道他们在做。那初吻那个时候感觉如何？很像上了天堂。很像上了天堂。对。像是刘德华，想象三十年后的张吉莹，很帅。你给你自己的长相打几分？七十五。那你写作最终的建议？我叫张吉莹。那跟你家乡的美食？牛肉面。去 KTV 都唱什么歌？抒情。抒情歌。如果当初没被叫看球哥，你最想被叫什么？帅哥。一个人的时候都在干嘛？睡觉、听音乐、逛网拍。为什么西施是辅导级？西施是辅导级，这个西施是辅导级，因为因为他有些人看得太清楚，一直输哎。那影响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做就对了。好朋友，你有想学什么才艺吗？跳舞，我想跳舞。你有过轻生的念头吗？有。为什么呢？不开心吗？那还记得为什么那次不开心吗？还记得啊。那是为什么？这一次太多事情发生了问题。那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东西？鞋子。除了泛舟之外，还喜欢什么运动？篮球。要怎样才能跟你组成篮球？先加我好友。范周哥喜欢怎样的女生？可爱、独立、又在乎、不随便的女生。第一部让你看到哭的电影？灌篮高手。你以前就这么正面吗？对。有帅到让别人爱倒吗？没有。那你最爱吃什么？最爱吃卤肉饭。有了粉丝生活中最不便的事。常常要跟人家拍照。如何面对出社会人生的心得？就面对啊。那怎么重新找回小时候那种无所不发呆，然后就回到小时候。那为什么想要这本书呢？这是为什么想？因为可以帮助很多人啊。那你这次输了耶。这次输了耶。我是说你的游戏输了。干嘛这样？还能很
正面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啊。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看这本书的？希望你们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本书，因为连我自己看了这本书。不如意的时候，前一阵子不如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自己都觉得说：天哪，我怎么这么厉害？写出来我自己都放不到我自己。那希望看书的人看完有什么感受？会有一种就是其实事情会没有那么难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周哥，想要知道更多不为人知的范周哥的消息，记得就来看喵星文。